今日为大家推介西环一个六年铺位，位置是安宁里的1-15号1C-1K号地铺。可能大家未必好熟悉安宁里这个地方，其实它就坐落于水街的旁边。虽然整条街很短，但就贯穿了德辅道西和皇后大道西两条主要的大街。近德辅道西出口正对着电车站，而皇后大道西主要是巴士的干道，无论搭电车去中环定是坐巴士去港九各区都非常之方便。而安宁里和水街有一点不同的地方，就是水街本身是一个较斜的街道，而安宁里就比较平坦易行。今次推介这个铺位的发展潜力非常之高，现时车价亦属于低水。物业邻近有两间的连锁酒店，同样坐落于水街，一间是 Best Western Plus 酒店，而另外一间是香港万怡酒店。另外新落成的住宅骏路就在本物业的斜对面，附近一带人流绝对不会少。各大发展商亦先后在这里进行各类型的收购，就好像新世界收购了德辅道西331-341号，而大鸿辉收购了同街的326-332号，将来这里会越来越多新住宅的落成。围绕本物业旁边还有多间的食肆，今次介绍这个六年铺位其中1C-1E铺为饮食租客，做一些特色的小菜。1G 现在是一间酒吧，而 1K 租出了给一间发型屋，收租回报可观，是理想的投资选择。有兴趣的客户可联络中原商铺部。